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多谢大家支持阿棒同埋支持食老台啊！嚟紧咧有啲好嘢推介俾大家，咁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啊 ！OK， 好啊！嚟紧星期日咧就跑十场赛事，头场一点钟，我推介嘅就系呢场啊三级赛啊，就系千百米啊，就系呢场真系劲嘢嚟噶！咁啊睇睇推介边只先，就系二号天满意啊！我睇翻佢前一仗啦，209场次啊，嗰场就系马会杯啦 ，G2 嘅赛事啊，二级赛就跑2000嘅。咁啊，同場咧其實都有啲時時精彩啊，時時有餘啊，與龍共舞啊，好好馬星洲司令啊，幸福掌聲啊，任我行啊，馬羅斯都係同嚟緊咧呢場三級賽，其實啲馬都差無幾嘅，真係分別不大啦。咁馬羅斯呢啲啊例放噶啦，咁啊真係冇計啊，呢啲馬就本身你叫佢唔放啊，盞搞啫。咁啊跟住第二位時時精彩，咁你睇睇啦，天滿意喺邊度先？天滿意都咬住第三位啊，已經好醒啊！咁啊，最近呢三次天滿意咧，雷神跑贏咗兩次啊！咁啊，大前次就係 G3啊，富女人袋啊，亦都係俾佢贏埋嗰場啦，又係彈甩啊，時時精彩嘅。咁冇計，只不過上場咧就嗰個啊國際賽事香港杯咧，佢就真係爭咗少少。不過佢都係輸兩個領馬位啫，其實嗰場啊，咁啊輸俾啲朴素無華、勝出光彩啊、變魔術啊，全部都嗰啲外地馬咁樣嚟嘅，真係冇得傾啊！佢都算係本地最交得最好噶啦，跑最近嗰只。好啦，咁你睇翻先啊！嗱，而家就前邊咁，始終都係馬羅斯放噶啦，跟住二島呢啲都係時精彩啊。第三咧，就係天滿意嗰啲跟住曬噶啦，咁啊第四已經話四五已經上到嗰啲跳出世界嗰啲噶啦，咁啊會唔會係跟得與龍共舞嗰啲啊？會唔會跟得快啲咧？好啦，咁轉翻嗱呢啲位咧，諗住有冇機會走得甩啊？馬克羅斯咁啊，梗係冇可能啦，嗰只一定咬住你噶啦！你見到時精彩，跟住天滿意，哇！呢個勢打上嚟真係Pushcart玩 show 啦！一上嚟個勢就過你啊！咁後邊側邊咧就可能只時精彩嗰時當佢都狀態未足嘅，咁第三咧上到嚟咧呢場就係只時時有餘啊！咁啊結果你睇到輕鬆贏馬嘅嗰場賽事咧，贏咗呢個馬會杯啊！哇！你見到啲馬主都非常之開心啊！咁啊，另外咧，其實我睇翻啦，呢場我就揾佢做膽啦。咁啊，另外睇下啲腳啦，腳都要拖埋時時精彩啦。雖然你話咩頂榜，因為呢場讓榜嚇咩頂榜，但係呢只馬真係呢個路程啊，都係非常之準啦。千八咧，沙田啦，三個第一，兩個第一，一個第三都犀利。咁仲有三號啊，時時有餘，呢只亦都係側身上緊嚟嘅馬咧，狀態絕對唔差噶，一個第一，兩個第二，都係喺跑呢路程啊，非常之殺家。咁仲有一隻就輕榜啲嘅十號啊，龍虎飛揚。哇！只馬狀態都試習真係 fit 到七彩啊！即係火車般啊，絕對係冇問題，亦都係輕磅113磅啊！呢啲隨時咧殺你個措手不及都唔出奇，因為始終咧上次你睇佢跑一月杯嗰場咧輸俾九寶嗰場咧輸少少啊，個勢衝上嚟非常之犀利噶嚇，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。好啦，另外我兩位好拍檔啊，張老師同 Matthew 都有好嘢推介俾大家，希望大家睇曬我哋食老嘅片，能夠幫到大家嚟緊星期日可以執翻多少。OK， 贏多啲，拜拜。